摆烂女大学生的周末日记之吃吃喝喝吧。中午睡到自然醒，简直不要太爽。虽然快中午了，但还是要吃下早餐，就吃两片，意思意思就好了。此时这个女人正在选今天的美味午餐嘉宾，陈静是化妆。完妆刚好，外卖也送到了。猜猜今天吃什么？回答正确，三鲜酸菜米线。周末下饭当然是看《斗破苍穹》。我的评价是太咸了。吹吹小风扇，然后出门取快递。外面真的好热，回来就换上了上次在超市买的背心。要不是为了取快递，我才不会出门。唯独取快递的时候最勤快。今年德系靴真的非常火，搭配那种短裙短裤真的非常出片。我买的这个是三条杠设计的黑白灰配色，就感觉非常简约百搭。它上面是这种绒布的料子，摸起来质感很好。除了这个白色鞋带，还送了两个不同颜色的，可以换着搭配。上脚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看不出来吧？它其实有5厘米的增高。做题看电影同步进行中。晚餐也到了，真是把我饿坏了。点的是掉渣饼，我还真是第一次吃。此时感觉还蛮好吃的。但我觉得只有鸡蛋和鸡柳好吃，不好吃也吃完了。现在去开班会，开完会之后还有考试。现在已经考完试了，我在想要不要吃宵夜。最后买了点水果就回去了。哈哈，没想到吧，还有一个雪糕，打算给家里人打个视频电话。踩雷的一天，咋吃啥都觉得不好吃。